我们看到的东北面，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京远舰天甲堡结构。天甲堡是京远舰的最重要的船体结构，它保护着京远舰的心脏，也就是动力舱。 发现了大量的弹壳，而且这些弹壳呢，我们都做了测绘和照相。今天呢，我将把这些弹壳的步枪的弹壳呢提取出水。